掌握你的三十秒啊、哦！是、嗯，有一次有一个老师跟我说：“申达，你不应该再吃肉，所以你只要继续吃肉的话，你会有两年运气都不好。”哦，就是许了个愿，所以我就决定要变成 vegetarian。哦，对，我为了你们特地 translate 一下，吃了两天，是吃两天，是我女朋友说她想要吃肉，哦，她想吃荤，荤那怎么办？后来我 decide， 我决定。我决定，也就陪着他吃荤，结果就破戒了，破戒了，因为女朋友破戒，因为我的女朋友不怕运气不好，我不怕，我相信我们的爱情可以抵抗。后来就分手了，运气就很差，不是这样，我最怕我找男朋友，然后他不吃肉。哦，看到了，因为我有钱，我又吃，都吃吗？都吃吃吃吃吃。我在这真的是挺浪漫的，浪漫，真的吗？就是我写了一封情书，大概四五百字这样，但不是用，不是用，不是用，不是用纸的给他，是我找了全校的，这是他认识的每一个同学，哦，就一个人录一个字，一个字，哇，然后就是到时候就是会不串起来，就变成一个影片，就变一个，变一个，每一个人一个卡这样，一个卡一个卡一个卡，变一个影片，然后呢？这个影片呢，就是在圣诞节晚会的时候呢，我就直接就是在一个节目的空档。等等等等，你是一百多个人，一个人一个字这样，一个字，好厉害哦！我跟你讲，明天你就过来，我们这制作 team 现在真的，很缺人，真的吗？小姐姐是啊，大学生比较闲嘛，大学生比较闲，就干，结果呢？然后在圣诞晚会的时候，我就是把它播出来，然后就。他就直接看到，然后就觉得还蛮感动的。然后那个播到最后，我要跟你说，然后那个斯巴拉就打在我身上，我在他旁边，我爱你，就是因为我跟他现场，这样算求婚了耶？对啊，那个对啊，搞不注意是啊。哎哎，妮娜好像听了会有感觉，对不对？觉得很浪漫，对，很浪漫，浪漫。但万一这个男生你不喜欢的呢？那就不浪漫。所以要看，还是看脸嘛，还是人嘛。莉亚，莉亚，莉亚，莉亚。喜欢这个故事，我喜欢。你喜欢？你喜欢？你喜欢？哦，赞赞。来啊！来啊！来，尾鱼那个鲶鱼，尾鱼，没有我浪漫的事情。三十秒开始，我已经比较勤劳，从台北到台中来回，每一个礼拜，然后都躲在那个女朋友家楼下，然后因为他曾经有一次跟我讲说他喜欢猫，然后我后来躲在女朋友门口楼下门口，对，楼下门口公寓之狼嘛，然后不是啦，然后后来我去他家，因为我他家里钥匙嘛，因为那时候就比较熟了，后来我就。一开门我就送他两只猫，后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可爱的波斯猫跟土猫嘛，对，土猫，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因为猫分手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忘记打了疫苗，后来那两只猫已经死了，啊，对，很可惜，哎呀，对，不是领养，这是鬼故事，哎，好来，这个送宠物你们有兴趣吗？有猫，新老婆也喜欢。阿德，我就不信能讲出什么好东西。我曾经有跟一个女生在一起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她跟我讲说，那个她都已经常常吃饭吃得很无聊，然后她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永生难忘的约会？然后我就用了水桶泡面，然后用那个夹垃圾的夹子，我就说我为了你，我可以把这桶吃完。然后虽然我跟他现在已经分手，但是他这辈子都记得我。哦，对，他常常那个在，不是，我们是要讲一个浪漫的故事，不是讲浪费的故事，这是一个浪费的故事。医生，加油，这是你干掉 K 的好机会。我的比较浪漫，来，你站着讲，站起来，我已经站起来了，鞋垫，我曾经当过人肉快递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在晚上的时候，有一个女生打电话跟我讲说，她很想要吃那个时候信义区刚开了一间那个甜甜圈，然后那时候大排长龙哦，然后我挂到电话的时候，想说完蛋了，剩下几个小时而已，那个店就要打烊了，我就冒着雨跑过去排队这样子，浪漫浪漫，然后重点是我拿到那甜甜圈以后，她人在花莲，我又没有车子，哇。我就这样骑着摩托车，然后这样淋着雨，骑着苏花公路，骑到花莲的时候，天都已经快亮了。苏花公路，
骑苏花公路，苏花公路是有落石的那一种。我是冒着生命为了要赢我而说了这个谎。哎，我是说真的，对吗？还甜甜圈。是真的甜甜圈，然后因为天宇路滑，我跌的摔了一跤，甜甜圈一个一个滚出来，而且用 slow motion 的 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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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感觉 ？OK 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安妮心情不好，远安妮，你要我们怎么做嘛？你们会觉得如果 200 kilometers， 对呀、啊，如果他爱你，他就会难过。他为什么要让你这样子这么辛苦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啊，他是要为了你啊。Tell me,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. How can I win your heart？ 我就要我爱的人会开心，天天开心就可以。天天开心。好累哦，一整套都会唱，对，唱完一整首十分钟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不要乱 Q， 好 OK 啊，好来，逸翔，哦，生命中最重要一次演出，面对这90位辣妹，求婚了，求婚了 ，Go， 是的，我要讲一个是我和我女朋友的故事，哎呦，好，下一位，我知道她很喜欢看夜景，是哦，我就在我们交往的不知道第几个月，我就。订了一个阳明山的餐厅，那边是可以看全台北是最好的夜景。蛮久，几个月后。那一天我约他在捷运站下面等，然后我们走一段路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脚酸了，脚酸，我就说没关系，你现场路边看到了一台摩托车，你选一台。哎呦，你选一台，我载你上去。然后他就想说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他就说，哎，这一台，这一台，指了一个小绵羊。我说不对，我的钥匙好像跟这个不符合。我就去旁边插了那一台黄牌重机，一发发动了。我在一个月前去考黄牌的驾照，重机驾照。然后那台重机是我先借过来停在那边的。那时候的，然后我就载着他上去阳明山，切到飙上去之后。那天礼拜五，不好意思，大排长龙，哎呦，人很多。他上去，他去问说，哎，我们定位要等多久？他说可能要一个小时之后。你追女朋友也像在卖蛇一样。对，不是很感动哎，你想看逸翔，然后骑黄牌重机，对，怎么踩得到？对呀，对呀。然后结果，然后呢？然后我说没关系，我来处理。我就上去跟他讲，哎，我之前有定位什么什么，好，他就带我们上去那里那一间餐厅里面最好的一个位置，就送给我们的。哦，对，那干嘛讲那么用力啊？他就很感动啊，因为我为了他做这么多的事情，内容还是啦，就很感动哎。你是在不是？我是感动，那你讲的包一个餐厅下来卖位置，包一个餐厅会感动吗？丽梅呢？男生对你做过最令你感动的事情有没有浪漫？因为我在我的国家的时候，我在那个是我第一个男朋友，我的青梅竹马，初恋，青梅竹马，青梅竹马，对，我那天想要试探他，你好厉害，我那天想要试探他爱不爱我，好滑烫烫，因为我家在那个河里，河里，对，我想说看看他爱不爱我，他会救你，对，那我假装说，里面有鳄鱼吗？里面有鳄鱼吗？他真的跟着我跳进去，马上跟着我跳进去，哎呦，哎呦，把你救下来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以前我有男朋友，那个时间我住在日本，在 Tokyo， 我在那边工作。可是我的男朋友他住在法国，法国，所以就是 long distance， 长远距离。我非常想念他，所以有一天我才工作，他打给我，我厉害，你今天什么时间你下班？他中文这么好啊？没有，他讲的哦，他叙述好，翻译给我过了。OK， 你今天什么时候下班呢？我不记得 ，like 五点。他说，我有一个同事，他现在去日本，所以我男朋友给他
礼物，他说可是有一点麻烦，你可以自己去那个地方哪里、啊？我说当然没问题，所以我下班的时间，我男朋友就给我地址，所以我去、我自己去那边，我在那边是什么？我想想，可是陌生的地方，我到那个地方 ，Tokyo， 我的男朋友就在那里，对，等等我一下。我会哭 ，I was cry， 也是，我哭了， yes. 一定哭啊，这样的。男人只出一张嘴，让安妮大发雷霆。破请起立，开大门走大路 ，Boy is always for you。哦，情趣盘。有，今天的包包很重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你可以帮我拿我的包包。我不会拿哎，但是我的包包不会拿哎，自己要带的东西就自己带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别别别！后大男人主义使坏，安妮会如何反击呢？